learnmandarinchinese.com. Altre informazioni nella descrizione del video. 报名的时候，你可以向大学要报名的表格。 报名的时候，你可以向大学要报名的表格。报名的时候，你可以向大学要报名的表格。报名的时候，你应该准备所有需要的材料。 报名的时候，你应该准备所有需要的材料。来到中国的大学以后，有老师负责给你安排宿舍。 来到中国的大学以后，有老师负责给你安排宿舍。来到中国的大学以后，有老师负责给你安排宿舍。开始上课以后，你必须每天按时上课。 开始上课以后，你必须每天按时上课。开始上课以后，你必须每天按时上课。有一个男生很爱一个女生。 有一个男生很爱一个女生。有一个男生很爱一个女生。有一天，这个女生跟她的男朋友在看电影。 有一天，这个女生跟她的男朋友在看电影。那个男生给她打电话。 那个男生给他打电话。但是女生挂了他的电话。 但是女生挂了他的电话。那个男生觉得很吃惊，因为这个女生从来不挂别人的电话。那个男生觉得很吃惊。 因为这个女生从来不挂别人的电话。那个男生觉得很吃惊，因为这个女生从来不挂别人的电话。第二天。
这个女生跟她道歉。第二天，这个女生跟她道歉。第二天，这个女生跟她道歉。她告诉她，她正在跟她的男朋友看电影。她告诉她，她正在跟她的男朋友看电影。她告诉她，她正在跟她的男朋友看电影。她不是故意挂电话的。她不是故意挂电话的。她不是故意挂电话的。她不想被别人打扰。她不想被别人打扰。她不想被别人打扰。所以她挂了她的电话。所以她挂了她的电话。所以她挂了她的电话。她觉得很抱歉。她觉得很抱歉。她觉得很抱歉。这个男生觉得这个女生很诚实，就更爱她了。这个男生觉得这个女生很诚实，就更爱她了。这个男生觉得这个女生很诚实，就更爱她了。我不太喜欢表达自己。我不太喜欢表达自己。我不太喜欢表达自己。所以别的人觉得我很笨。所以别的人觉得我很笨。所以别的人觉得我很笨。但是我一点儿也不笨。但是我一点儿也不笨。但是我一点儿也不笨。我只是有的时候感觉很孤单。我只是有的时候感觉很孤单。我只是有的时候感觉很孤单。
我是一个感情很丰富的人。我是一个感情很丰富的人。我是一个感情很丰富的人。表面上，我是一个有点笨，看起来很孤单的人。实际上，我是一个感情丰富的人。表面上，我是一个有点笨，看起来很孤单的人。实际上，我是一个感情丰富的人。表面上，我是一个有点笨，看起来很孤单的人。实际上，我是一个感情丰富的人。上个星期一，妈妈让我擦窗户。上个星期一，妈妈让我擦窗户。上个星期一，妈妈让我擦窗户。我从来没擦过窗户。我从来没擦过窗户。我从来没擦过窗户。但是我用了一个小时擦完了窗户。但是我用了一个小时擦完了窗户。但是我用了一个小时擦完了窗户。今天，妈妈让我重新擦窗户。今天，妈妈让我重新擦窗户。今天，妈妈让我重新擦窗户。她觉得我很粗心，窗户擦得不干净。她觉得我很粗心，窗户擦得不干净。他觉得我很粗心，窗户擦得不干净。我跟妈妈保证，以后擦窗户一定细心。我跟妈妈保证，以后擦窗户一定细心。我跟妈妈保证，以后擦窗户一定细心。明天我们一起去博物馆吧。明天我们一起去博物馆吧。明天我们一起去博物馆吧。好啊，好的，好吧。好啊，好的，好吧。
好啊，好的，好吧。我们大约几点出发？我们大约几点出发？我们大约几点出发？我觉得我们必须六点出发。我觉得我们必须六点出发。我觉得我们必须六点出发。每天八点去博物馆方向的路都堵车。每天八点去博物馆方向的路都堵车。每天八点去博物馆方向的路都堵车。我不太喜欢堵车，你呢？我不太喜欢堵车，你呢？我不太喜欢堵车，你呢？我也不太喜欢。我也不太喜欢。我也不太喜欢。你知道博物馆的地址吗？你知道博物馆的地址吗？你知道博物馆的地址吗？当然知道。当然知道。当然知道。我们明天可以八点出发。我们明天可以八点出发。我们明天可以八点出发。我们乘坐地铁去博物馆吧。我们乘坐地铁去博物馆吧。我们乘坐地铁去博物馆吧。这样就没有堵车的问题了。这样就没有堵车的问题了。这样就没有堵车的问题了。今天电视上报道了美国总统来中国访问的新闻。今天电视上报道了美国总统来中国访问的新闻。今天电视上报道了美国总统来中国访问的新闻。
中国主席感谢美国总统来中国访问。中国主席感谢美国总统来中国访问。中国主席感谢美国总统来中国访问。他们认为在保护环境方面，两个国家应该共同努力。他们认为在保护环境方面，两个国家应该共同努力。他们认为在保护环境方面，两个国家应该共同努力。两个国家都要积极改变对发展没有帮助的方面。两个国家都要积极改变对发展没有帮助的方面。两个国家都要积极改变对发展没有帮助的方面。地球上 30% 的儿童不能上学。地球上 30% 的儿童不能上学。地球上 30% 的儿童不能上学。在部分国家，不能上学的儿童超过上学的儿童。在部分国家，不能上学的儿童超过上学的儿童。在部分国家，不能上学的儿童超过上学的儿童。在21世纪的今天，这样的事情难道是对的吗？在21世纪的今天，这样的事情难道是对的吗？在21世纪的今天，这样的事情难道是对的吗？为什么你迟到了？难道你不是德国人？为什么你迟到了？难道你不是德国人？为什么你迟到了？难道你不是德国人？为什么你不会说汉语？难道你不是中国人？为什么你不会说汉语？难道你不是中国人？为什么你不会说汉语？难道你不是中国人？我的俄罗斯朋友上个月在美国的一个机场丢了行李。我的俄罗斯朋友上个月在美国的一个机场丢了行李。我的俄罗斯朋友上个月
在美国的一个机场丢了行李。